漂亮，没事儿。哎，干啥呀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轮哥，你是不是以为你跳那天能把这所有箱子震下来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那些，那些玩意儿都不用了。经过这一下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来了，好，这样啊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送。 气不气人？花了20分钟摆的跟花5分钟摆的完全不是一个效果。他们可以说这一炮是正中了。对，你们想要赢的话，还得稍微再往上打一点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好不理解呀。不是，不会，最后应该都没倒。使点劲儿，三、二、一，放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往我这儿一点。 等会儿，你别管他们，再往我这一点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送！这一下不行，你。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送！ 这一下不行，你。说实话，这个游戏不科学。 但是我们只用了两炮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全都倒了。不不不，这还要取决于次数的多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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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为什么一个人没留下呀？其实我们看到的样子嘛，他那个能量都在那个圈上，就是他那个口是圆的嘛。对对对。那我们这个没有分出胜负，是不是就可以每人拥有一个？每人拥有一个。对，每人都拥有。然后派币现在还是我和大勋17个。 蛋总浩哥15个，剩下2个。耶！最好的结局。通过纸箱空气炮的实验，成员们感受到了窝环的力。实验之后休息一下，补充点能量吧。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，100%纯冬虫夏草萃取的，可以含着吃，也可以直接吞服，随身携带，特别方便。我这有2片，你要吗？我有了，我含着呢。含了，是含着了，我嚼完了。好吃，我又充满了活力。